刚刚真想给他带到斜坡上，然后就那么一放手，完美。为了个渣男把自己搭进去，值得？当然不啊。但如果院长也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了，为了一个渣男牺牲自己，不值得。冬梅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先不离婚。雷总，你怎么倒戈了？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很赞成了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不过我觉得确实不用急着现在去追求一个结果。一个结果？我虽然没结过婚啊，但是我始终觉得婚姻是个挺神圣的事儿。离婚很简单，换个证。但是我们羡慕的那些相伴一生相濡以沫的人，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吗？我相信一定有，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修复，我们选择了放弃。其实我觉得你是个有经营感情能力的人，所以给自己点时间，也给大家点时间，别草草的决定自己的未来，好吗？嗯，哎呀，这唱的笔数啊，砸锅了呗。我是背锅侠，安总让我去跟艺人团队挨个道歉。他怎么不去啊？安总跟雷总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咋想的？就是照着葫芦画瓢，他也不至于这么安排啊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看，遭殃了吧？